Hello，我是 Vincent，我接触了这个密码，是觉得它很特别，而且我也没有看过别人有这样的算的方法，所以我是因为想要进步，说自己的人生方面说要更好一些，过的生活好一些，所以我就是通过了我的同事，他介绍我，Master Chua，因为我在事业上会有一些问题，Master Chua 呢就很准确的说出了我的一些问题，那还给了我一些advice。就是让我解决了这些问题，同时在我的名字跟我的电话号码上，我也做了些改变，所以我的生活现在是越来越好了，多谢 Master Chua。